Hello， 大家好，每日一更的小师姐又来了。距离金秀贤上一部完整的韩剧作品已经五年了，这次带新作虽然是精神病，但没关系回归，携手气质女神徐瑞芝，演绎了精神病院男看护与童话作家的爱情故事，真的令人非常期待。剧荒半年之久的韩剧迷妹们终于迎来了春天，虽然是精神病，但是没关系的到来让一众迷妹又有了精神食粮。高能的剧情加上豪华的男女主配置，仅播出三四集，网站评分就达8分以上，每播出一集都会登上热搜，引起大家的激烈讨论。虽然阔别荧屏许久，但男神这演技是没有退步，反而日益渐进。迷妹们本来都是奔着给自己男神打 call 的激情去观看的，没想到被女主脚掰弯了，不走以往韩剧玛丽苏的路线，女主霸道冷漠女总裁设定让她狂揽一众粉丝，不知道是不是与人红是非多有关。近日资深韩娱记者金龙浩站出来爆料，称两人在拍戏时擦出火花，并曾在一起交往。金秀贤更是非常积极地把徐瑞芝牵进表哥的经纪公司，没想到在两人分手后，徐瑞芝转身就和金秀贤表哥在一块了，这结局真是出乎人意料，女友变嫂子，这个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还称徐瑞芝是男神发电机，除了交往过金秀贤以外，曾经和金正贤也交往过，也就是《爱的迫降》中的男二。除了谈到徐瑞芝恋情之外，金龙浩还谈到了徐瑞芝本人，直言徐瑞芝的私下性格与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的角色很接近，在片场中有霸气的女王气势，享受着被所有人注视的感觉。消息一出，可以说是产生了爆炸级的效果，有很多网友觉得他的信息非常可靠。因为金龙浩在娱乐圈摸爬滚打15年，可以说对明星是非常熟悉，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对金龙浩的说法持怀疑态度，认为他空口无凭。但是金龙浩的态度非常坚决，甚至在视频中表示，如果这件事情上了版面，就算金秀贤公司对他提起诉讼也不怕，因为徐瑞芝和李沙朗在交往的事情是圈内公开的秘密，不会有人不知道。目前金秀贤的经纪公司还并未针对此事发表相关的声明，但是这则视频现在已经超过12万人观看，事情还正在发酵中，如今已经引起争议，不知后续金秀贤是否会对此事发声。但是对于徐瑞芝本人的评价，很多粉丝并不同意金龙浩的看法。徐瑞芝之前曾上过韩综认识的哥哥，分享和亲姐姐的生活点滴，还展现过超搞笑的舞姿，和剧里冷酷的形象差很大。在韩综《花样爷爷》中，李顺宰曾经透露过徐瑞芝的西班牙笔记内容非常暖心，而且称他私下里性格很善良，不像金龙浩说的那样霸气，因此也觉得他的爆料可信度不高。此次爆料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第一是因为金秀贤与徐瑞芝合作的剧正在播，大家难免会带入到角色中，有些出戏。其次则是金秀贤出道多年，虽然有众多绯闻女友，但是却没有承认过，所以此次金龙浩如此言之凿凿，也让粉丝们一时间有点难断真假。可能很多人对徐瑞芝不太了解，小师姐第一次看到她也觉得她好少女，但其实她今年已经30岁了。23岁之前，徐瑞芝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演员，踏入演艺圈完全是误打误撞。原本的梦想是在毕业之后当上新闻主播，但后来去看牙医的时候被星探发掘，后来开始尝试出演喜剧，走上了女演员的道路。和男星高更彪一起演出冤家兄妹马铃薯星，深受观众喜爱。2015年出演了电视剧《Last》，终于顺利获选为第一女主角，演技备受称赞。之后最有名的代表作有《花郎》《救救我》，以及去年和李准基合作的《无法律师》，都收获了相当亮眼的成绩。李准基更是在新戏记者会上对他赞不绝口，他更为了演出这出戏剪去多年长发。无法律师也成为大多数粉丝第一部认识徐瑞芝的作品。徐瑞芝的脸型非常有辨识度，高挺的鼻梁，立体的五官，完爆每一件精心雕刻的艺术品，高贵冷艳的长相就算放在美女堆里也能一眼就记住她。这次在剧中更是展现了她惊人的美貌，气场强大，行为举止乖张冷漠，一开口低沉烟嗓形成强烈的反萌差，演技过硬瞬间圈粉，迷妹们纷纷点评说这是最嚣张最可爱的女主。私底下的她还是动物控，
从他过去分享的照片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和猫猫狗狗的合影，只要有时间他还会自愿到动物收容所当义工，真的是人美心也美。这次他演出的虽然是精神病，但没关系，正式晋升为一线女主角，而且演技饱受好评。小师姐可以预测，这部剧过后他的身价估计要暴涨不少，非常期待他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后面剧情中的表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可以点击订阅关注，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哦，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。